假日的莲池潭旁是新成立的高雄物产馆，热闹的人潮都是冲着各式各样的农牧产品而来。肉里、爱玉、生姜、荔枝，鲜美的物产滋味是来自两年前八八风灾的灾区。由于风灾肆虐的地区，居民大多以农业和观光为收入来源，道路被冲断后，推广物产行销更显重要。我们行政院重庆会，我们蒲处长跟来自于行政院南部中心，包括人民会我们的张继正，我想今天高雄市政府的团队，我们蔡局长，我们赖处长，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县农会黄理事长跟我们高雄市农会李清藏，我们李常务监事跟苏总干事，还有今天我们在场来自于高雄市各区农会理事长、总干事等等，高雄市政府用一个非常感谢的心，谢谢大家。也在这里非常谢谢我们林英龙议员在议会大力支持我们，也谢谢刚刚周中赞议员也来这里关心。我想今天在场有那么多我们的市民朋友，来自于我们八八水灾
不管是南投、台东，包括嘉义、台南，我们屏东、高雄，所有八八水灾受害的灾区，我们这些兄弟，我们这些好友，我想八八水灾历经到现在已经快三年，三年来八八水灾在全台湾的大家各种政府民间共同合作之下，八八水灾的重建已经逐渐逐渐要完成。我们除了我们所有的受灾户，我们现在的安置五个地方都已经完成之外，我们还有极少数的两三座的桥梁，我们重建会跟高雄市政府的中央地方的重建会，我们在快马加鞭，希望赶快能够完成。非常谢谢中央在这个阶段，我们高雄市级的立法委员在中央，请中央行政院支持，让我们八八水灾重建能够再延两年。我们谢谢我们陈院长立即答应。为什么八八水灾的硬体现在都已经逐渐要完成？但是刚刚蒲处长说的，我们的文化的部分更重要，是三业的部分。我们八八水灾受灾有很多是我们的原住民的部落，我们八八水灾受灾的有很多是跟我们的农业有关。我想有很多的重建，正要重建，尤其是产业的部分，一定要让我们八八水灾受灾的朋友重新在产业上能够重新建立愿景跟未来。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非常感谢中央的支持。这是我们那边的红洛梨，这不用介绍，介绍这个就好了，农产品。这个红洛梨现在种好了，现在就是看哪个农家就跟他帮他卖这样子，跟他平常帮他卖这样子。因为是在乡上，如果不他们帮他们卖的话，他们东西也是这样烂掉。他这个是没有喷农药的，所以他比较小颗一点，所以他是那个有机的，所以它大小粒都不同。那这样一袋怎么卖？在一袋这样的话，100块。100块。对啊，这个小袋的50块。所以比较小，可是它如果熟的话会比较甜，非常非常对，超甜的。很多人以后是它其实比较是补血，然后它可以做酒。对，啊，做酒的话会喝起来会对女生比较好。这次出产太少，盛产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天气的变化，所以很早就差不多还没一个月就结束了，还是很少卖完了。有没有影响到生意？都会有了，可是因为观光客比较少。哎，这边我们都会拿到都市卖，拿到各家医院或者是有人订这样子上网卖。因为现在不像以前说观光客那么多，现在很少，几乎很少，没有什么观光客。那现在就是走到第三年，状况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没有什么改变啦，就是还是跟八八水灾那样子的，没什么观光客，一下雨每个人都不敢来啊。对啊。所以我知道说现在是否有些就是通路尽量。可是上次下雨的时候，路被冲断了。我们很不方便，才下3天就这样子了，他就没办法，连汽油都没办法。上个礼拜的事，上个礼拜六五六日就开始下，四五六日一直连续下，礼拜一就有断桥，是礼拜上礼拜天就断桥。啊，高雄宴庆的那个摆摊活动就是摆自礼拜三开始，他们就从礼拜二晚上凌晨开始。就开始绕，好绕到从嘉义那边绕到高雄，因为从那马下到甲仙路段都冲毁了，没有办法到市区，所以他们才会从那个山区那个到
嘉义绕回来高雄。好，开车过去后看到那个墙壁上有那个单子，然后我女儿喜欢看那个广告单。是先生吗？对，然后就一直说这个一直吵说要啦，这是我哥哥的女儿啦，这是我哥哥女儿，这是我女儿的我儿子。啊，我女儿看到那个广告单都会说她想要去，啊，刚好今天有空我就带她过来。但是是下午，不能早上太热。对，马上也要来现。很热闹啊，对啊，很不错啊，带他们来走走，然后吃吃喝喝。对啊。活动有没有是买什么？二折六。没有哎，因为没有在活动。有吃啦，现场吃，可能没有买回家，因为怕买回家没有再用，就没那么放到坏掉了，浪费食物，所以就是尽量现场吃一次这样子。哎啊，女儿，口口西，你怎么啦？好，两位家，谢谢你，谢谢，拜拜嘞，拜拜，小天使，拜拜。一些农产品，譬如说他们也会去什么假日、平常日啊，会在中华电信他们福利社那边摆他们的农特产品，还不错呢。就是要支持他们啊，多关怀他们。对，谢谢啊。